人，一天卖不了五毛钱。胖丫啊，给我拿盒烟糖。好嘞。哎你，哎胖丫，你为啥愁眉苦脸呢？哎，这不是生意不好吗？你知道为什么生意不好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人家隔壁小卖部像这烟糖的话是五毛钱两包。隔壁小卖部？对，就是马寡妇小卖部。哦，原来是马寡妇搞的鬼，怪不得我这生意这么不好呢。来，我再给你一盒。你再给我一盒又能怎么样？又没人知道你这儿五毛钱也是两盒。再说了，人家那都卖两盒卖了好几天了，你有什么竞争力啊？我有什么竞争？哎，对，我再给你一盒，你出去给我宣传宣传，告诉你的小伙伴们，说我这儿也卖两盒。给你宣传宣传，一盒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给，把这一顿全拿着。好好宣传宣传。嗯，这还差不多，挺上道的啊，我走了。这下我的生意总该好了吧，你们说对不？